鸡头，用这个黄焖鸡料做的这个黄焖鸡，现在有活动发八包，炒的猪头肉。这个汤汁也好喝，汤汁拌饭超级好吃。今天吃个火辣鱿鱼，这两天很火的这个火辣鸡爪酱，我做的鱿鱼里边啥都没放，只用焯一下水，然后直接放鸡爪，那个放料就行了，或者是放鱿鱼，啥都可以做。这味很好吃，25.8块发的是五包，这样大五包。
算太辣，有点韩式的那种味道。小孩也能吃。真好吃啊，拉丝的大长腿，哎呦，烫手了！来点烧烤料，先吃点空心的啊，它这个是大料。现在有活动，拍的越多，剪的越多。